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我们教小朋友画仙客来，也是一种观赏花卉。我们用到深绿色、浅绿、咖啡色、紫色和粉色。好了，我们先用浅粉色来画仙客来。先画一朵。仙客来啊，这种花很特殊，它是花头冲下，但是呢花叶又冲上长，它特别有意思。先把它的这个，它的特殊性啊，就在于这点上。一朵。仙客来我们就画好了，小朋友呢去花卉市场可以看看有没有这种漂亮的仙客来，它也有好多种颜色，紫的、白的、粉的、黄的、红的，好多种啊。一般一朵花上有两种颜色啊，像一个长得也很奇怪，它是冲上冲下长，花瓣冲上，花头冲下，花瓣冲上。好了，这节课就到这里了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旗红剑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再见。